现实中谁会剃那样的头发？祝你有个好梦。丢下，顺道哈。事不宜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哎呦，给我的竞技服啊！他朋友在旁边呢，就这样错过他了吗 ？Number one， 不会第一个吧？好，有差吗？这个游戏我就是主角，哎呦，五道场，这像是个世界杯足球场一样。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联盟会长。这只有我觉得嘛，他很像钢铁人的男主角。讲话没有声音的，哦，哎，画面会不会黑太久？他们的出场画面很像那个世界末日要去拯救那个地球的那个动作画面，有点老啊，因为他是老练战士，空手道天才，格斗高手，妖精属性的波普拉。都很强哦，那么这个世界观应该就跟大家看世界杯足球赛是一样的吧？哎呀，第一次上。舞台，然后觉得自己晒得有点太黑了，应该擦点粉再上去才对。生意人都是这样子，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说自己有急事要先离开。我站道馆就在草路镇三号道路，
吧。OK， 没有问题。飞翔计程车，没办法哦。我也想有一台。看地图，来，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这边就可以飞过去。这是刚去的激情室的旅店吧 ？OK， 我知道了。他要我走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路上呢可以接受大家欢呼。哎，你们两个。又特训，好，来吧，来者不拒，好不好？这只小羊羊当然是用火烧你啦。好喽，好了，结束啦，我先喝杯咖啡啦。敲一口不用，效果绝佳，怎么会对不对？换角色呢？下一次再换。这句话你讲过，讲800遍了吧？哎呦，有学新的能力哦！啊，之前有用这个，突刺我，前进突刺。就跟你说，效果绝佳了，对不对？叫我也没有用，叫爸爸、叫妈妈都没有用。只能说拜。你要换吗？你要换吗？你还有谁？200多啊，100多，对啊。替换宝可梦。没用过这两个，来用看。天空就对天空吧。看招式，对啊，麻痹闪避哦，
可以回复呢。就你了，萌萌。自以为会反败为胜，啊，它可以让我们紧张啊！完蛋，我好紧张啊！啊，他打我效果绝佳，他在克我。太简单了。